You only call me for a good time. Hang up when it's bad. Hate me on the weekends. Love m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y。 各位女性朋友们，在网络上的运动影片那么多，却不知从何开始吗？我知道你们最想要的就是翘臀还有马甲线，所以 May 今天就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二合一，结合翘臀还有核心腹肌的运动哦。那我要先稍微的预告一下，这一组的动作安排很多，中间是没有休息的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打击懒散，跟 May 一起动起来吧。这一组20分钟的居家运动包含两大部分，专注在臀腿肌群的锻炼以及核心加强的腹肌运动。那接下来我们会从简单的暖身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先帮我从瑜伽垫上慢慢的爬到平板的位置，一脚往前跨大步，来到手部的右侧，接着一手穿过身体向上延伸。那我们一边做两次之后，接着换边。那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做一个深蹲，慢速的深蹲，大约控制4秒下降。在底部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顺势做一个垫脚的动作。那你两脚的站距可以踩宽站，可以更专注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内收肌群，注意下降的时候慢一点点，鼻子吸饱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倒数3秒，待会我们会停在底部哦。深蹲的停留20秒的时间，保持我们的膝盖微微的外张，不要内夹。停在这边，加油！最后5秒，3、2、1，接着我们不休息。那两手你可以延伸出去，或者双手合十，另外一脚做向侧的垫步的动作，支撑脚，记得保持稳定。3、2、1，来，不休息，直接做抬脚的动作。注意在抬脚的过程中，我们身体不要歪斜太多，用意识控制我们的臀腿上升与下降。站立脚也会开始酸，加油！倒数10秒。那待会我们挑战一下自己停在高空中10秒钟。坚持下去，3、2、1，很好。那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换另外一脚。那我们的站立脚可以有一些微弯，我们的上半身保持挺直，不要驼背。下一个直接做抬脚的动作，30秒的时间。快结束了。倒数3秒，还记得最后一下帮我停在高空中10秒钟，考验我们全身的平衡，加油！休息一下。
Cause you're lonely, I'm lonely too. Know what it's like to. 那接下来先给我一个分腿蹲的预备动作，我们会做的是向后跨步，接着腿收回来，同时做一个抬膝的动作。那向后跨步的时候，可以建议跨大步一点点，垂直的下降，后脚的膝盖甚至可以微微的碰到地板，多感受到臀部。起来的时候，将我们的膝盖抬到靠近腹部，吐气。接着我们不休息，踩前后脚的站距，那我们的双手沿着我们的脚垂直慢慢的下降，屁股往后推，你会感觉到大腿后侧还有臀部的伸展。下降的时候鼻子吸饱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注意我们的背部都是保持平坦的。接下来我们直接停留，双手与后方的脚将紧实呈现一个直线，加油。非常短暂的休息时间，待会直接换脚。那在做分腿蹲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微微的身体的晃动是很正常的，如果抬膝对你来说太困难的话，也可以省略。再给我最后一个，待会不休息，直接来到单脚前后脚的硬举，注意屁股向后推，膝盖可以微微的弯曲，但是并不可以弯曲，下降可以慢一点点，起来吐气。我们停留在这边15秒的时间。很好。接下来请给我一个四足跪姿，在瑜伽垫上我们要做驴子踢腿的动作。在做驴子踢腿的时候，后脚向上的延伸出去，感受到臀肌的收缩，骨盆并不会刻意的倾斜。倒数3秒，待会不休息，直接往侧做小狗的抬腿，之后向后方踢腿。所以你会更感受到臀部的外侧肌群。倒数3秒，还没有休息，我们对方的手直接跟我们对边的脚做抬起的动作，鸟狗的抬腿。不仅仅是臀肌，也非常考验核心的平衡。最后5秒了，停留在这边10秒钟，手跟腿不要下降，撑在这边。3、2、1，很好。
接下来我们直接换边进行。倒数三秒，进入小狗的抬腿，向侧开腿之后，直接向后方踢腿。要注意我们的腰部不要塌陷，将我们的核心收紧，意识主要放在臀肌。鸟狗的抬腿，加油！进入倒数，待会我们直接停留在上方。预备 ，Go！ 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我们的身体转向，做一个反向的平板，两手撑地，将我们的屁股慢慢的下降，到将近接近我们的地板之后，屁股推高，夹臀，到最上方。肚子同时的收缩发力，接着慢慢的下降。接着我们两脚轮流的向腹部靠近，靠近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夹臀。让臀部紧缩的动作，20秒的休息时间。在休息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来到预备的位置。下一个动作会做的是我们的侧抬臀，以下方的手肘作为支撑点，我们两腿的膝盖是弯曲的，将我们的屁股慢慢的下沉，接着抬到高点。抬到高点的时候，我们上方的脚顺势的打开，停留。接着将我们的身体停在上方，上方的脚做抬脚的动作，上半身一样 hold 在那边，你会感觉到全身都在发力，加油。进入倒数最后的10秒，最后一下，帮我停在高点，15秒的时间，相当的有挑战性，我知道，加油！3、2、1，很好。紧接着，我们直接换边。
休息，直接接的是抬腿的动作，30秒的时间。停留在上方15秒，3 2 1，很好。接着来到第二部分，核心的动作。第一个，我们会从平板的支撑做交叉的平板，那我们的腿会尽可能的往对边的手肘去靠近。这个动作我们不求快，多感受到我们侧腹肌转体时候的发力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的两腿轮流的向外点地。向外点地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身体都是保持稳定的状态。如果你的腰部会微微的下沉的话，要注意，要一直紧缩在上方。紧接着下一个动作，两个 shoulder tap， 直接接一个开合跳2下，重复这个组合。倒数8秒钟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仰躺的动作，第一个是 leg raise， 我们的双脚会先从靠近地面处慢慢的上升，接着下降到快要靠近地板的高度，直接用腹部的力量抬起。请注意你的背部应该一直贴紧着地面，不要让腰部是悬空的。多感受到腹部的发力。接下来我们停留在45度角的高度，两脚轮流的做一个剪刀脚的动作。将你的腹部下压，倒数5秒钟。非常棒，下一个动作来到反向的卷腹，一样维持在仰躺的姿势，两脚弯曲，从腹部处直接延伸出去。延伸出去的同时，你会感觉到腹肌被拉伸了。保持腹部肌群的用力，很好。最后3秒，3 2 1，直接不休息，来到轮流的转腹。双脚是呈现弯曲的，尽可能的用你的手肘
碰到对边角的膝盖。今天的训练快结束了，脚踏车式，请给我做快跟慢的组合，先两个慢的，直接接四个快的。倒数第二个动作，来到游泳式的卷腹，我们的双手轻轻的合掌，让我们的胸口稍微的离地，往脚的侧边轮流的抬起。尽量让我们的肩颈是稍微放松一点点，多感觉到我们的上腹肌群还有侧腹肌群的发力。最后一个动作，登山式，总共40秒的时间，前面20秒我们先做慢的，一下一下慢慢来，待会20秒我们会一起冲刺哦。最后20秒，使尽全力，你可以再快一点。我们即将登上山顶，最后10秒，再快一点点。3、2、1，很好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。我觉得这一组是连我这样的进阶者做完都会觉得哇，非常有挑战度的一组。所以如果你是初中阶者却还跟得上妹的节奏的话，真的很厉害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